翠姑娘，广陵王在殿外求见姑娘。末将请她回去。就算是本王的寝殿，也是在宫里啊。咱们能拦着广陵王呢，请他进来吧。是。等等。嗯，我不舒服，怕他进来。 无法应对，这样还是请广陵王先回宫吧。末将明白。怎么了？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 殿下，他这是？君氏，换太医过来吧。殿下，你不是懂得如何号脉吗？本王许久没有看诊了，生疏了。哎，那让老臣来。还是换太医过来更加稳妥。殿下，你又不是不知道老臣的医术，我还……好，老臣这就去换太医啊。君氏，还是你给我看吧。 我来吧。会感觉到胸口疼，偶尔会气闷。 也会耳鸣，有点。没事，休息两日就好了。那我立刻休息，不见外科。随你。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